社团的朋友，大家好，大家礼拜六周末晚安。我们今天就是随性跟大家聊一聊猛暴型肝炎的预防还有治疗。那今天有很高兴有一位曾经发生过猛暴型肝炎的社团的朋友，所以他愿意来跟大家分享哈。好。那我们在等他设定好之前呢，我想先请大家看一下一个郭先生他之前拍的一个影片哈。猛暴性肝炎来势汹汹，致死率极高，就是积劳成疾吗？我是 B 型肝炎代言，健康代言，加上我是商人，因为我天天就是免不了应酬嘛。料想不到说会来得这么快，而且这么凶猛。病毒性肝炎、酒精、偏方都可能引发猛暴性肝炎。致未来你守护爱，告诉您如何远离这个致命危机。身为公司业务主管的郭先生，正值壮年，身体一向硬朗。不过，由于常年在外四处奔波，更免不了喝酒应酬。2014年7月，他时常感到疲倦，以为是感冒症状，服了药却不见好转。直到接受检查后，发现肝指数与黄疸都已严重超标，他赶紧在家人陪同下前往大林慈济医院就医。那我的检验报告，那个五个指标嘛，全部都超标了啊。VGOT-GPT 我进去的时候，第一天进去的时候是1000。第四天离开的时候是2400啊，你是说血液中氨浓度是最恐怖的，因为我们正常的人的血液中的氨浓度不能超过70，如果你超过70的话，你会氨会跑到脑部去，变成肝脑昏迷。你是跟我检验的时候是71，已经超标了。郭先生在肝胆肠胃内科李祥峰医师的详细检查后，发现他是 B 型肝炎带源者，又因为工作关系经常饮酒，因此他的肝指数突然暴增，超过标准值10倍以上，黄疸也超过5倍，血液中氨浓度更持续上升，确诊是致死率极高的猛暴性肝炎，也就是急性肝衰竭。关键6小时嘛，我去已经晚上了，6点了。那这6小时如果能够过关的话，没有肝脑昏迷，好降下来，那个氨浓度降下来，你就过关。如果一直升高，我明天的时候跟你讨论的时候，我跟你问东，你跟我答西，就你要转到那个就换肝了。料想不到说会来得这么快，而且这么凶猛。所谓猛暴性肝炎，医学上的正式名称是急性肝衰竭，它是肝炎形态中致死率最高的一型，死亡率可高达70-80%。原因是肝细胞在短时间内发生大量坏死，肝脏无法发挥功能，造成肝脏急性衰竭。患者可能在出现黄疸的8个礼拜内陷入肝脑昏迷，甚至在几周内死亡。猛暴性肝炎令郭先生的病情十分危急，肝胆肠胃内科李祥峰医师给予口服抗病毒药物，减少病毒复制伤害肝脏细胞，并持续监控肝指数、黄疸以及血液中氨浓度。在服用药物4天后，郭先生的病情终于获得控制。隔天早上，他一早就来了，就赶快帮我抽血，然后我也很紧张啊。那抽完血，他马上又跑了来，他说：“恭喜你，郭先生，你过关了，你的那个血液中氨浓度降下来了，还有 GOT-GPT 从2400降到2200，你往下降就有好事，往下降我就，小娜娜再见了。”来到肝病防治中心，郭先生的病情虽然受到控制，不过后续 B 型肝炎的治疗仍然相当重要。控制不佳就可能导致猛暴性肝炎复发，因此卫教师特别叮咛郭先生一定要按时服药，才能彻底消灭病毒，维护肝脏健康。叫我戒酒嘛，好，按照改变生活习惯，不要熬夜，好，按时睡觉，叫我10点就睡觉了，千万不要熬夜啊。然后他就我开的药就按时服用嘛，一天吃1颗而已啊。而且病毒刚一月的时候都测不到，所以大概我们如果说你肝指数没有异常，我不会够给你测这些病毒量。定期回诊追踪的
先生服用抗病毒药物一年多，如今气色好，精神饱满，也不再容易感到疲累，肝指数也维持在正常值内，体重不但从80多公斤恢复到标准值，生活形态也大大改变，戒酒不熬夜，更不吃任何偏方，遵从医嘱，定时服药，这才是维护肝脏健康的不二法门。好，急性肝炎、慢性肝炎是慢慢的来，好，说死就死掉了，难道他无声无息的？现在有这么好的医术了，有这么好的药了，有慢性肝炎的朋友要去面对这个事实，及早的发现，及早就医，定期检查，这样可以活得很快乐，很健康。喝着咖啡，悠闲的和家人谈笑风生。恢复健康的郭先生很庆幸自己能遇到贵人，把他从鬼门关前拉回来。经过这一场大病，他深刻体会到生命无价，不但从此翻转了自己的人生观，也让他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健康。那郭先生呢，他是在大概7年前嘛，他是经历过猛暴型肝炎，那在大林慈济医院就诊。那他本身呢也是鼻肝的代言者嘛，很久很久很早以前就知道自己有鼻肝嘛，是吗？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有鼻肝的，郭先生？我是自小就母体代言的，我是垂直感染的，到了高中以后才知道。高中的时候好像有一次是学校验血验到我是鼻型肝炎代言的。你有兄弟姐妹也都有鼻肝吗？对，我的兄弟姐妹也都有。通通有，这个以前呢，因为都是这样子，所以以前怀疑是遗传哈，其实 B 肝不是遗传，是病毒的感染。对，那是因为出生的时候呢，可能是出生的时候生产的时候都会出血嘛，所以很容易就是感染给小婴儿，这样新生儿这样子。那像我家人也都是兄弟姐妹也都是感染的哈。那一般如果是年轻妈妈生产的时候呢，大概几乎90%。以上的小孩子都会被感染，是，所以以前以为是遗传，其实不是遗传，是因为病毒性的感染。那郭先生，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工作，你的背景是什么？就是我是民国53年1964年出生的，然后我的工作是兽医嘛，但是我没有开业诊所，我是那个代理那个德国拜耳的那个动物用药，我是药商。我在发病之前，从我毕业，民国80年毕业，我就到那个默克药厂上班嘛，然后自行创业，到了2014年这样子，将近30年才发病的。所以您应该称呼您郭董是不是？不敢当。但是你没有当兽医嘛哈，那自己就是做药，就当药商，动物药这样子哈。好，那然后我想问你，就是说，那您在发病之前呢，就是都没有。有持续追踪嘛？刚刚看了你的影片，有每一年固定半年回去追踪一次吗？还是怎么样？有，因为我父亲是在2006年去世的嘛，然后我父亲是肝癌，也是肝癌去世的，所以说我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就固定就是有每半年去健康检查一次，检查到2014年嘛，是啊。在发病之前，我半年去检查一次，都是我的指数都是正常的，都差不多在40以下，30多这样子。然后我的加医科的医师也是我胡润社的舍友嘛，那时候他也持续跟我监控嘛。啊，后来我记得就是说，好像在2008、2009的时候，那时候贝德克发明嘛，2006大概那时候开始上市。对，我。在台湾是好像我记得好像隔了2007、2008才台湾才上市，是。然后那时候我有跟我的那个胡润社的医师讨论说，哎，那个医师现在有贝勒克的特效药了，我可不可以服用？是。那当初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郭先生，你现在的指数正常嘛？你现在是不用吃嘛？啊，你现在吃的话你也浪费钱，一颗300多块。”浪费他说：“以后等你发病的时候再来吃也不慢啊。”哦，他当初他每次我的回诊，他只是开那个西欧马林，
保肝药给我而已，保肝药之类的，是，对对对对对啊，直到2014年才发病这样子，七月份是九月份发病的，是，所以您有这个医药背景，而且你知道这个新药有很低的抗药性的新药刚上市嘛，2006、2007、2008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您自己就有想说要自费来吃。对，原来有就那个时候就想说自己买来吃，对不对？因为经济上好像也 OK 嘛，哈，您自己开公司，应该经济上也 OK， 你有自己想买来吃嘛？对。但是那医生说那时候不建议啊，他说你现在那个时候就觉得，哎，你这样浪费钱了，那一个刚开始上市很贵啊。对对 对。结果不幸就还没有开始吃就爆肝了哈。那一次有没有吓一跳？有啊，吓一跳啊！那时候应该是在2014年七月份就应该是就发生了啦。之前有症状。5月份我还去检验嘛，是肝指数还是正常哦。但是在七月份的时候我就开始疲倦了，因为七月份的时候我回到那个刚好是暑假嘛，是我又回到那个屏科技大学的兽医学院去做短期进修啊。那时候上课的时候就一直在。度孤啊，疲累是。那我那个教授跟你说，哎，郭站你不给面子哦。我一上课你就在睡觉。我说，我也不知道会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我昨天就明明睡得很饱，就是早上九点开始上课，我就差不多九点半就开始睡到十二点下课这样子啊。是。啊，那时候我以为是太热，然后经过了。两个月嘛，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嘛，我有一次爬山，然后那一天很热，然后回来就不舒服了，然后我以为是感冒嘛，哦，是，然后其实那个很类似那个感冒的症状，就是身体不舒服嘛，感觉累不舒服，疲倦而已，对，疲倦而已，就是、疲倦，这个好像，这个好像一般的 B 肝病友，慢性 B 肝病友常会有的这种症状，尤其是肝指数稍微高的时候。对，如果没有很严重的话，我在想一定不会差的。我在回想啊，是我在七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指数没有很高啊，所以说只是感觉到疲倦而已，不会说很累，你知道。但是九月份的时候就爬那个山，可能就回来就、更加严重。然后才会想去看医生嘛，是。然后我就到云林的台大医院去挂了急诊嘛。云林哈，在云林台大医院。他急诊的时候，他基本上都会抽血啊。是。那结果他一抽血，他马上告诉我说：“郭先生，你的那个肝指数是1800。”对，然后就住院了。那时候是在台大，那因为我跟大林慈济哈的医生有认识嘛。是。哦。啊，我就转到那个大林慈济去嘛，是，啊，结果大林慈济去的时候，哈、他又重新验，哈、到大林慈济的时候是变成2400，哇，就继续上升嘛，病毒数好像10多万嘛，嗯，然后他一个比较要命的那个指数是血液中氨浓度71，是，啊，那当初就跟了判定为说。那个李祥宏医师就跟着判定为说我是猛暴性肝炎，啊，因为他说不能超过71嘛，氨浓度是，你如果氨浓度超过71的话，我随时都有可能肝脑，是跑到脑肝脑昏迷，然后肝脑昏迷就变成那个肝脏衰竭，就是要换肝啦。对对，其实那个猛暴性肝炎呢有分级哈，就是说一二三级这样子。您感觉您当初还不是很严重啦，但是就是说您的黄疸指数也已经到3还是4了，对不对？然后你的，我看了一下你的报告，好像是白蛋白已经降到2左右了，就是说肝功能整个已经开始在失去功能了，肝脏已经在失去功能了。那比较可怕的就是说，如果您继续恶化下去的话，那你真的就是必须要换肝，要不然就只有死亡一途哈。那有时候变成没有办法预测，就是说没有办法预测，你会往上越来越严重，或者是会变好，或者是会越来越严重。有时候医师也很难预测。他当初李医师他跟我判定的时候，他还说你这个很危险哈，是就叫我马上叫我儿子跟女儿回来啊。
啊，准备配对，就是、准备看看。他说说，他要拼命看，但是不一定说我降得下来。如果降不下来，就完蛋了。他要做准备。然后也是叫有准备说，哦，要类似说要交代一下后事这样子、啊。这个是最不想听到哈、哦，虽然人还活着就要交代后事。六点多了嘛，我到那边是六确诊之后六点多了嘛，是，然后就开始就是他跟我打白好，我记得是好像是白蛋白，还有用高剂量的那个贝勒克，是、哦、是，哦。然后，好、哦，就我就睡觉了。然后他隔天凌晨就五点多就来了，到我病房了。哈哈，然后是非常他把我叫醒嘛。然后问我是他是谁呀、啊？然后问我旁边那个女人是谁、啊？看你有没有干扰。那他说我如果答错那个女人，我说不出她是我太太，还是我不叫不出她的意思，就是代表我就是干扰昏迷了。如果叫错名字的话更惨了、啊。如果边边是你太太，叫错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先跟我测试，看我看叫我起来，就马上问我说他是什么人？我说李医师啊。然后那个旁边的女士，我说我太太吴春香啊。然后他说啊，这样还好，你还没有肝脑昏迷。哦，然后马上抽血嘛，是哦，就是要看我的指数是往上升往下降嘛。是，然后他五点多问完之后，马上帮我抽血，马上去检验，隔了差不多一没有很多很久，就又回到我病房说，恭喜你那个你过关，我的指数正往下降，是下降了哈、哦，没有往上升，他说往上升就要准备肝脏移植了。嗯嗯，所以您住了四天就出院了是吗？没有，将近二十天才出院呢。哦，你住了二十天，就是说第四天之后，医生就觉得您情况有转好了，是这个意思吗？对。哦，了解了解。那一般呢，猛暴型肝炎呢，因为它进展非常快哈、哦，那你其实它开始发病之前，你大概已经有一点症状，觉得身体不太舒服了嘛哈、哦。那有可能那个时候慢慢，因为指数你要从30、40、50、100、200一直往上升嘛，它不会是用跳的，它还是会用上升，但是问题是。很快，速度很快，所以你前面可能经过一两个月的时间，慢慢累积，病毒量也一直上升。哎，你那个时候有测病毒量吗？病毒量飙到多少？有，好像11万多。11万多，所以也不是很高哦。但是你应该是那个时候已经一抗原已经转阴了嘛，对不对？就是说你病毒本来已经活性已经不是很高了，对，但是还是发病了，还是发作成猛暴型肝炎。那这种猛暴型肝炎呢，一般如果是在大概一个礼拜哦，六七天以内，大概就可以决定你是可能会死亡或者可能需要换肝了。就是说你会转好的话，大概一个礼拜之内就知道情况了。那你也看一下你的那个黄疸指数有没有下降下来这样子。所以您很幸运啊，所以医师大概知道哦，你应该慢慢变好了，慢慢恢复了，大概一个礼拜内就知道你已经开始慢慢恢复了。所以您是很幸运的一位，您是很幸运的一位。我后面有一个影片呢，就是有另外一位患肝的病友，那他的也是猛暴性肝炎，然后结果患肝的病友，我待会放一下那个影片给大家，好，大家看一下哈。那I have hepatitis B and was on medication for 12 years. The medicine reduced my viral load to an undetectable level, and my GI doctor said I didn't need to take it anymore. He said he would just review my blood work results about every 6 months, so I stopped. About a year and a half later, I spent Christmas with family, like we do every year. We even went to the park, and I did cartwheels. But shortly after New Year,I was feeling very fatigued. My wife told me my skin and eyes look very yellow. I told her my pee was very dark and my poop was very light in color. She immediately took me to the ER. I don't remember much after this because they placed me in a coma to keep me alive. After 10 days, I woke up
and my wife told me the virus had completely destroyed my liver and that I had a liver transplant. I remained in the hospital for another 2 weeks for follow-ups and therapies to regain my strength and speech. It has been 6 months since my surgery. I'm on medications to make sure my body doesn't reject the new liver. My kidneys and immune system have been affected. I've lost 30 pounds, and I'm diabetic now too, due to the medicine. Even though my life feels more fragile now, I'm very blessed to have my wife and family supporting me so that I can continue to live longer. After the transplant, my hepatologist said, "You should have never been taken off the hepatitis B medication in the first place." Maybe my GI doctor did not have enough knowledge of hepatitis B treatment, but back then,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to ask questions or research further. Now I know better. Just be optimistic.郭先生，你刚刚看那个影片了、啊？那个其实我们放过好几次了，也放到社群的影片哈、啊。是。那一位 Peter 先生哈、啊，他是其实他在美国马里兰州吧？那他原来也是 B 肝，然后有在吃药。那他吃药之后呢，就是已经吃了好几年了。然后他的医生跟他说：“哎，你情况蛮稳定的，也很久都测不到病毒了。”然后就叫他停药。那他停药之后好像六个月到一年左右，没有很长的时间齁。那他太太本身就是也是医疗人员，然后做急症的救护车之类的那个工作，急救的人员齁。所以他发现他先生的情况已经很不对，就是说脸都变黄了啊，人已经快不行了，要赶快把他就送到医院急诊去了。一去之后他就出不来了，马上医生跟他说他已经肝衰竭要换肝了。所以他马上就进行换肝，所以他是只是因为停药，然后突然就猛爆型肝炎，然后结果呢就是没有像你那么幸运，结果他就换肝了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其实我昨天有跟他联系啦，原来想说看能不能他也那个上线，然后跟我们实际说一下，因为很多人认为哦这不是真的故事，其实是真的故事，是真人啊，真人的故事哈。所以猛爆型肝炎呢，有一种情况就是像郭先生一样，就是很幸运就恢复了。那说不定呢，也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不定您的那个B 肝就可能也会痊愈哦，所以您也要看一下您的，你现在表面抗原都还有吗？对，我还都还有，表面抗原还有哈，所以说我已经吃了第七年了嘛。对对，那因为表面抗原呢，你因为有时候猛爆性肝炎肝指数一直上升很高之后，你的免疫力就是大幅提升嘛，那大幅提升就有机会可能可以去把病毒给完全清除，然后可能就会痊愈。那当然你不希望用这个方式去治愈你的 B 肝哦，这个太冒险了哈、哦，不能冒这个险哈、哦。只是说你可能也有这个机会，所以你有这个机会这样子。那另外一个不幸的情况呢，就是像 Peter 先生，就是可能就需要换肝，要不然他就会死亡哦。那当然最差的情况就是死亡。那其实呢，这边教授，我一个问题要请问你哦，是，就是说那时候我的医生就是说他建议我终身服用嘛，是，那时候台湾的那个健保制度就是说慢性肝炎好像给付半年的那个贝勒克，然后急性猛爆性肝炎是给付三年的贝勒克嘛，是，然后那时候我的医生是建议说三年过了之后我必须要自费。终身服用，他说哦你如果没有服用的话哦会有可能会复发。是、哦。然后他说哦或许有一天啊又有新的发明了，能够抑制病毒又能够产生抗体的新药，那你就就不用终身服药了。是。那为什么就是说还有那么多人就是他为什么会停药，是因为健保制度的关系。嗯，还是他个人医生的见解不一样，还是当初的时候那个 paper 还不够嘛？
不知道说停药有70-80% 的人停药之后会复发猛暴性肝炎，又复发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这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哈。那这个问题呢，除了我们病患之间呢有模棱两可的情况哈。那也看到看你是遇到什么样的医师，有的医师会叫你停药，有的医师叫你自费吃，那好一点的医师就看看诶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你健保可以继续给付齁。那这个原因呢，这个原因我个人想呢，原因一个就是整个政策还有整个医界的看法，因为这个 B 肝呢有 B 肝的专家哈，那这个目前呢我知道的这个 B 肝的专家的意见呢是分歧的。那所谓分歧呢，就是有的医师呢，有的专家呢认为不应该停药，要继续吃。那有的专家呢就认为诶我应该停药，因为停药有停药的好处嘛。第一个，你不用继续吃药，那长久吃下来，说不定偶尔会有什么副作用，我们也不知道。目前看起来是蛮安全的了哈。那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有一些研究会觉得，停药之后你指数上升一点，然后你没有问题，然后你的痊愈的机会可能会高一点。那问题是，其实也没有高很多啦哈，你可能从 2% 到变成 6%、10% 也不是高很多哈，那就。问题就在于，哎，有的医生就认为，哎，你应该去冒险；那有的医生呢，就认为，哎，你不要去冒这个险。这个药是停药之后，有可能猛暴性肝炎之类的。然后台湾的情况又不一样，因为台湾还受到健保的限制。那健保的限制呢，就变成健保有健保的给付条件。那目前呢，健保给付条件呢，就是如果你像你是一抗原阴性的话，它就是只能给付你三年啊，最多三年，然后有时候可能2.5年就跟你停药了。对。那这是因为给付的问题。那当然健保，我们问过健保，他们就说诶我没有叫你停药，我只是不给你钱吃而已。不给你免费吃。停药嘛，我没有叫你停药，是你医师叫你停药，你自己要停药。因为你叫你停药，说不定要是出现生命危险的话，你是不是要告健保局去了？那所以他说我没有叫你停药，是你医师要你停药，我只是不给你给付。只是健保不给付啊。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啊，你不给付，你就是给我们停药啊，哈。我们一般人我们就会这么讲，然后我原来吃的好好的，你现在不给我药吃，你不是给我停药是什么？对不 对？那所以哎，但是这个。这个只有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讲清楚了哈。那医师大部分的医师呢，还是会按照健保的条件，然后说，哎，你现在就已经不符合健保给付条件了，所以健保来说呢，就是可以停药了。所以有一些医师就会建议你停药。那有一些比较小心的医师呢，所以哎，你的情况还不适合停药，健保不给付，但是我建议你继续吃，那你就只能自费吃。所以就会有这种分歧的情况了哈。所以就有分歧的情况。那我们认为呢，就是可能就是如果你要停药呢，其实你要自己评估一下自己的风险，那当然也要看一下自己的经济能力。那高风险的话当然不能停药齁。那如果真的风险很低的话，然后你也可以密切追踪的话，那你也不愿意吃的话，或者其他情况不适合继续吃的话，那当然就是停药也是一个选择啦。好，这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基本上啊，病患应该要知道有这一些风险，停药的这一些风险。其实，这个以我的经验啊，是要终身服药，哦，比较安全的。是，你停药的话哈，会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你如果复发猛暴性肝炎，那个很快就挂了。那个如果复发慢性肝炎啊，是哦，肯定是。那个是死路一条，是慢慢死啊。一个是很快的死，一个是慢慢死啊。因为你慢性肝炎就是肝硬化跟那个肝癌的那个结果嘛。是，那健保给付条件呢？现在它一直在更改了哈。那大家可能知道，今年三月份台湾的医学会也会有一场辩论，就是因为台湾里面的医生本来就有两派，一派就建议继续吃，另外一派就建议不要继续吃，要停药。那健保呢是跟着。
那个要停药那一派走，就变成说因为他也要省钱嘛，有人说我可以不用让你们吃，我当然不让你们吃，我健保已经快倒了，我当然还要希望能省钱就省钱嘛哈。那他也没有理由说花全民的钱让所有人继续吃，因为有很多有一派医师建议不用继续吃嘛。不过郭医师你 郭先生你很幸运哈，你健保现在有继续给付嘛是吗？我这块我还有故事咧。因为我2014年得到猛化性肝炎嘛，是，然后我应该是可以吃到2017年嘛，是，九月份嘛，是，然后那时候医生有跟我讲说，哦，到时候就停了，停了，他就交代我说你要自费买，啊，自费买，他说你可以跟医院买，或是到，哦，你认识的那个医院去买也都可以，但是他有到告诉有管路，就是说。哦，我开立证明给你，你可以到国外去买那个比较便宜的学名药。对啊，那个差很多，差很多啊。是是是。就是、要我是哦，但是我认识你，就是因为我在找这个学名药。其实我们这个我们网站频道。我们不是推荐或建议或者推学名药哈，因为毕竟是国外的药嘛哈。那但是如果是真的吃不起的话，你宁愿健保不给付，然后你又吃不起的话，那与其停药呢，那你不如找那个国外的学名药。而且这国外的学名药，其实印度的学名药是原厂授权的，然后其实使用的人比吃原厂药的人还多啊。穷人比有钱人多，所以其实不用担心嘛。这个我清楚，这您知道吗？是啊，我如果说今天我不能吃原厂的贝乐克的时候，现在有台厂可以买嘛？是是，我可能不选择台厂，我也可能我会去跟印度买那个原厂授权的学名药，那个跟原厂是一样的、啊。对对对对，其实社团里面也有蛮多人都在吃那个国外的学名药了。对对对，那时候我是准备要找这个药，然后才进到这个网站呐、啊。好、哦，然后很不巧，就是说我后来那个2017年啊，是，我又验到那个食道癌第三期啊。哦哦，我2017年的五月份就验到食道癌嘛。是，也是我的主治医师那个李霄峰李医师验到的、啊。哦，他很小心哦，他很仔细、嗯。因为我的固定回诊嘛，啊，有时候有一次我就连续发烧了半个月嘛，是，然后告诉他马上跟我做断层跟哦血液检查，然后断层一照就发现我食道下端有肿瘤啊，是，然后跟我做那个胃镜插下去抽出来，他说郭先生你食道癌，结果是三期二。三期了哦，嗯，哇，然后后来有处理好吗？有，我就他又帮我转到那个台北台大给那个李彰敏李教授，他是我们食道癌的权威嘛，嗯，哦，然后就在那边做了半年的治疗啊，我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我的贝乐克还他继续还在开给我，他说是健保继续给付哈、哦，是对对对，这真的是我癌症的关系嘛。对对，因为健保给付条件，而且现在因为有病友在我们在发生嘛哈，所以有时候健保的审查呢会稍微宽松一点，所以尽量要求你的医师就是送健保审查哈，那能过就过再说嘛哈。那有时候他会认为医师认为需要继续吃那健保，因为其实也没有多少钱，现在还有学名药。他也说那个李医师，他也说他尽量跟我争取啊，但是他说，万一如果健保给删掉的话哈，我就必须要自费去吃学名药了。我就是跟这个网站保持联络，就是说我万一需要学名药的时候，我会透过这个网站去寻求协助啊。哦，现在学名药申请的话，那个卫福部食药署他们都会核准的。你只要医师愿意，不是说背书啦，就是开处方签哈，然后你签切结书，你就是买国外药，然后你自己负责。这样的话，那个卫福部他们现在蛮开明的，这个对肝有蛮照顾的，他会核准的。所以核准就是说，哎，你进到台湾海关检查了之后，那海关会看，哎，你有同意书吗？你可以买这个药自己用。所以说，那核准之后，这个是很合法的，是。对对对，应该是这样，因为他们健保没有完全给付嘛，就是总是要让病友一个开口，是让我们去那个。对对。那我请问你一个问题，是你说今年三月会再
辩论一次。那依你的看法，我们台湾会不会通过说终身健保植物还是？哎、欸，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这个是不是我们集成的？我们是基层的病患哦。那这个讨论呢，都是院士级的，那是有分两派，我知道的啦，我知道了分两派，一个是陈建仁副总统那一派，那他的徒子徒孙哦，然后包括许耀军医师，我们待会看一下他的研究，然后还有一些一派的，就是说建议，然后陈培哲嘛哈，陈培哲院士，那这个都是院士级，他们就是力推。要持续给付，不要给病患停药。但是有另外一派呢，就是从那个简荣南，然后廖运范那边那一派呢，他们的研究认为呢，你停药，你治愈的机会会高一点，那也可以避免就是说花费嘛，然后还有可能长期用药可能的副作用。但是全世界的大型报告已经出来了，停药对对，目前没有，基本上很少说叫你停药啊。当然有讨论，就是说，哎，停药之后会怎么样怎么样子？那是不是有好处？那基本上就是有好坏了。但是郭先生，您的情况有例外哦。那您的例外呢，就是因为您有食道癌。那有癌症的病患呢，不能停药，为什么呢？因为你以后。如果不幸的话，有可能要做化疗啊，有可能要做其他的治疗。那种情况呢？你如果说你在治疗的期间，然后 B 肝病毒又复发的话，那就比较严重，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您不管什么情况哦，健保不给付，我们帮你忙，然后你要继续吃。好 ，OK 。那我们现在呢，我要看一下给大家再看一下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许耀俊医师的研究哈，那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个，因为我们是从2015年哈，观察到2018年的年底和2019年，所以我们只有四年的观察时间哈。那四年观察时间呢，有这10000多人里面呢，有459位发生了我们的 primary event， 就是他 ALT 肝发炎指数超过正常上限的5倍哈，加上黄疸哈，那。这样换算起来的四年的累计发生率呢，就是 6.58%， 那当然会有一个95% 的信心区间。那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之后死亡了，所以这个是 subsequent mortality， 所以之前有问我说这个 mortality 跟这个 flare 有没有相关，我们从像这样子的分析是不可能是一个个去，而且我们被禁止去 identify去识别个人，但我们只能说这459位有43位在发生 flare， 就是 severe flare， 严重的急性发作的6个月内去世了。那再加上13位是患肝的，所以如果我们把急性严重发作之后死掉或患肝的加总起来的这56位呢，我们就可以算出一个数字，是四年的累计发生率大概是 0.8。 好，那这边呢这一份这一个呢，我们之前有访问过，请那个许耀俊高雄义大的许耀俊医师跟我们社团做过访谈齁，然后他也有个影片，我待会都会把这些影片连结呢放在那个这一次直播下面齁。那他们的研究呢，那这是跟陈建仁院士他们一起的研究齁，就是统计一下台湾呢，因为被健保，可能是因为被健保停药，那一般服药三年之后停药的人的后果齁。那2年到4年内呢，你可以发现大概有四年呢大概有 6.258% 的人呢有很严重的发生很严重的肝炎，有459个人。那这里面呢几乎有 10%， 10个里面有一个人就会死亡或者需要换肝。那表示说呢，这个停药呢是有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他们呢就是力吹鼓吹，就是你健保不应该给病患停药齁。那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研究，其实是从另外一派建议停药的这一派的人的研究齁。那这个是在今年的美国 ASLD 的研究报告，由 Dr. Wen Chu
六就是林口长庚医院简荣南跟廖运芳院士的研究团队里面的成员，他们也是分析一下停药之后你的复发的情况啊。那你可以看得到呢，其实不管你的表面抗原多低到100，停药之后呢，你发生严重肝炎的比例呢还是很高，有 10% 齁。那即使你的表面抗原不高呢，那一样高呢，那你一样还是会发生严重肝炎，然后其中呢还有一些人会死亡。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子判断，依照这个研究证据，然后认为还是要支持停药呢？那今年三月呢，这个辩论呢，希望病友可以赢啊，哈、哦，那病友可以赢的理由呢，就是说至少你可以选择嘛，你愿意停药你停药，但是你不希望被强迫停药哈、哦。那有一些人也不适合停药，所以我们是支持希望能够健保能够放宽，让大家可以继续服药。郭先生，您看了一下那个你。看得懂我大概在讲什么吗？不知道，哎呀，就是从这些研究报告来讲，就是说，以我的经验啊，你停药有这么高的那个急性肝炎的发生率嘛？哦，是，就不应该停药，就是一定要终身服用嘛。即使我记得我当初的医生跟我在讨论的时候就说，即使是慢性肝炎也是死路一条啊，因为我的医生认为慢性肝炎也是非常恐怖啊，只是没很快死，也是慢慢死啊。对，因为我现在居住地是在台湾的云林县啊，是，就是嘉义跟那个台中的中间嘛，是我们这个县是全国那个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最高盛行率的一个县市嘛，是是是。哦，然后我的客户还有我的朋友当中，很多都是肝硬化跟那个肝癌死亡的、啊。是。那、啊、所以说，刚才那个报告我再补充一句，是说他说你停药之后急性肝炎复发的机会这么高，即使你不要急性肝炎，你只要是慢性肝炎，你等于就是慢慢死而已啊。对对，那而且那个死齁更慢更痛苦，更折磨人。因为你肝硬化的人，我朋友肝硬化死掉了齁齁，他到后段那个生活品质是相当的差、啊、是是是。那时候我的医生也跟我讨论说，不管是急性跟慢性肝炎都是一样要非常的重视的、啊、是。他一直推崇这个贝勒克的惠利妥这些新药啊，是是是，好，那没错，这个是B 肝呢，就是你慢性肝炎，你可能会累积变成肝硬化，也可能会发生肝癌哈、哦。那还有另外一派的讨论呢，就是说，那你在早期的时候，就是说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就像郭先生一开始的时候，健保还不符合条件嘛，因为你肝发炎不够严重，你可能30 40 50不到80嘛，没有超过两倍嘛，那这种情况对，他就不给你吃药嘛齁。那你要自费呢，一开始可能也很贵齁，现在稍微便宜一点，但是还是很贵，然后尤其要长期吃药嘛，吃个一年两年没事，吃个10年20年那费用蛮高的齁，对一般人没有办法。那所以啊，有另外一派呢，就是目前在辩论的哈，就是专家在辩论的，就是说，哎，像您这个情况，是不是该提早用药？那郭先生，你警惕性很高，其实您的医师一开始应该听你的，就是让你自费吃哈。那结果他没让你自费吃，让你猛暴性肝炎度过这一关，然后有这个经历。那所以呢，那一派呢，就是说有一派就认为你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治疗。那另外一派呢，认为你年轻开始治疗呢，好处不大，因为没有证据，没有很强的证据认为你一开始二十几岁就开始吃呢，是不是可以预防以后肝癌或者肝硬化的发生几率齁。那其实他们都漏过一点，就是说，你有在服药，你基本上就不会有类似这种病毒性的猛暴型肝炎。那我们其实前一阵子才有另外一个猛暴型的肝炎的病友联系我们，就是他才三十几岁，三十
那小孩子刚一两岁几岁而已，那这种时候他就发生猛暴性肝炎。那年轻的猛暴性肝炎呢，可能比您的更严重，因为那个时候病毒量特别高，他的病毒量可能一爆就是十几亿以上，超爆表了。那位病患就很不幸，就是后来复原了哈，算很幸运了，复原了，但是肝已经就是说临近损坏了，已经损坏了，已经基本上就是肝已经硬化了。那当然期待就是说年轻人肝硬化之后复原看看能不能好一点哈，但是可能也不是几年的事情了，可能他后面就是十年二十年可能要肝硬化就跟着他了哈。除了肝硬化之外呢，病毒乙肝病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不用肝硬化你也可以有肝癌哈。那也就是说为什么年轻人呢也会得肝癌，因为你不需要肝硬化，你就病毒直接掐入他的 DNA， 直接掐入到树脂的就细胞的 DNA 里面，那它掐入的位置不对呢，那你就可能引发肝癌哦，所以小孩子都可能会有肝癌哈、哦，所以就是说，感觉上现在的研究呢，就是治疗还是对乙肝的治疗实在是很不够，而且研究也很不够，而且虽然有疫苗，但是小孩子还是有蛮多人不幸感染的。10% 的疫苗是没有效果的嘛哈，打疫苗的小孩子还是有十分之一的人还是会得乙肝，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是除了研究方面呢，治疗方面应该是更积极啊，至少这个是我的看法了。那但是就是说，目前的医界的还有专家的看法是分歧的，那我们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早一点统一，这样的话病人才有所适从嘛哈。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哈。那郭先生，您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们的社团的肝友说一下，或者是提醒他们一下，或者什么？我简短的说一下，就是我的心得，就是说我已经七年了嘛，我是觉得说哈、这个一定要终身服用这个抗病毒药，就是贝勒克、惠利妥这些新药，他们的确我已经吃了七年了，他们的确非常的安全。然后效果也很好，我都控制得很好。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我是希望说那个我们的健保局能够通过说让乙肝患者能够有健保给付终身服药。这个是我的希望，我可能也会拜托我们这边的当地的立委去争取呀、啊。您需要找云林那个健什么。刘建国。对，要找他，他也很关心我们肝友。对，因为刘建国立委，他当初也有在争取这个我们健保提供这个刘肝，对，刘建国有争取过，是，他对我们这个很关注，可能我会去找他，好、拜托他这个事情，希望在今年能不能够争取到说让乙肝患者都能够永远。健保给付这样子，对，我想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啦，因为这个国家财政困难哈。第三点就是说，希望我们社团能够大家互相合作，到时候就是说没有过的话，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社团的合作，我们可以拿到那个原厂的授权药哦，因为那个跟台湾的价差太多太多，而且效果是跟原厂一样的、啊。好，对，所以那个我在最后再说一下，就是说真的需要、吃不起的话，真的是可以申请了哈。然后只要还是希望医师能够帮忙开出。当时我有算过啊，那时候我从我们的社团里面我有算过啊，那个价格跟原厂的价格，如果终身服药算起来，就差快上百万的、啊。那另外呢，我们有一个设想哈，因为我们有成立一个关怀协会嘛，这是正式立案的一个关怀协会。那我们以前成立其实主要大部分是乙肝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实在是太严重了，就是说健保不给付，然后原厂要一个疗程要两三百万。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有召集过很多人，然后大概我们补助了一两百万哦。给台湾的乙肝病友去申请，然后那个时候又会不会他也同意让病友去申请国外的学名，所以很多人也是乙肝也是吃学名好的。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乙肝呢，我们希望现在成立一个一个情况，就是可以补助那些连乙肝的学名药都吃不起的人哈，因为你可能是因为必须长期吃药嘛，所以我们有在考虑就是补助
譬如说有一个条件，譬如说低中低收入或低收，你有低收条件的话，那你健保又不给付，你的医师同意你治疗或建议你治疗，那在这种情况呢，你怎么办？哈、哦，那这种情况呢，我希望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可以设法给你做费用的补助。那我们想说，哎，我一个人可以补助你10000块一年的话，那我花10万块，我就可以补助10个人，那10个人吃10年也才100万，所以啊，当然如果是10个人 OK 啦，100个人、1000个人，那可能就很经费要从哪里来呢？这么多人，那我们有，就是说如果是10个人、20个人，应该还 OK 啦。我们协会有这个经费，然后我们可能也会募款一下，然后请大家帮帮忙，有一些人需要，就是需要的话，就是、那当然就吃学名药这样是。我认为这是好事，这是对那个低收入户是好事。但是最直接、最快的办法就是说，我们的社团如果能够马上服务，让病友买到印度的学名药，这个是最快的方法。现在是可以的，那个现在是已经 OK 了，那个只要跟我们联系都可以了哈。那但是有时候是希望医生可以协助这样，因为医生还是要协助，所以现在就健保给付，然后希望健保能够长期给付。那不行的话，我们希望医师或者病患可以愿意。经济不行的话，经济比较差的话，可以申请学名药，这些都可以过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低收病患，他连学名药都负担不起的话，请你来找我们，我们会成立一个小小的基金，然后可以帮助一些经济不好的人，可以补助你们免费吃学名药。可能没有办法吃一辈子，就吃到健保可以给付，或知道您痊愈或什么情况哈。那是好好可以，不会说给你只吃1个月2个月哈，一定可以1年2年或3年或甚至10年。然后看看我们还在不在啦，说不定我们已经跑了，对不对？好，那我们会尽量帮各位的忙哈。所以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希望可以跟我们联系哈，跟我联系或者跟社团联系都可以。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然后我再度谢谢郭先生，那不好意思，我们的仪容不太整齐。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